意义，它划分了中正纪念堂与国家两厅院。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园区里面，但是呢，他们是属于不同单位哦。现在就让我再示范一次：中正纪念堂、国家两厅院、中正纪念堂、国家两厅院、中正纪念堂、国家两厅院。这样大家有明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景点喽。